中心，对，外滩金融中心，这不是卖奔驰的吗？哦，卖奔驰，因为他刚才在这边不能停，所以要绕过来。对 对那个大门在那里嘛，就连个人都没有。啊，你这是北区吗？我这边是南区。这边南北区在什么地方？北区应该在那边。那边啊？对，那我们那个门那边，他有个人那边。啊，到那边他应该。还要走出去，还要走出去啊？对，哦，这是北区，这是南区，那边才是北区。那行吧，逛逛。就这个奔驰不是你刚才看到的奔驰是吧？另外一个奔驰，到处都是奔驰。展厅，你看，我都闻到做饭的味儿。嗯，他说过了这个奔驰，再往前走，三楼好像有哦。我看到了新荣记，三楼。我们没有定位，没有定就新荣记客满，咱们到上海滩餐厅，不知道会不会客满。哎呦，他好厉害哟！真有意思。哦。客满，新荣记客满。哎呦，这么大桌子，我们可能出不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他这样小桌就行。嗯，小桌。对呀。啊，这样就行，这样就行。是有订了，是三个哦，预定了。对，你们两个人可以就这边这个小桌子，哦，拉开就好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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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全 可以。这就是老板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最大的。要不然你说，如果是综合的。好吃。我吃菜。咸不咸？挺好。还有点甜味。你看这个鱼呢？不会太咸。南方人的菜。看看咸不咸？过一半。嗯。它这鱼好吃。嗯。比我做的好，又鲜又嫩。你的菜都上齐了，如果你觉得口味，可以蘸辣椒酱挺辣的。嗯，好的。觉得咸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在这个简单的岗位。长多了。你好，打扰你的国家小马。比昨天好多了。下飞机6点多，然后办完住店手续8点多，一出门就是南京东路，瞎糊弄吃那一顿饭。
刚才说不想往到这儿来，没有走，没有走到这儿，就我们白天下午，对呀、啊、看到这边一堆船，你都看到了吗？你们那边香格里拉，对，就这个，对对对，就在这个位置、吃完饭走几步也挺好的，就正常。嗯，刚才我就觉得能走，好吧。国际了，啊、哦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走到这儿了。红方店应该是过那个大钟的，还有钟过去那个绿色的，哎，哎那边因为很近了，在上面走有什么好处？没有红绿灯。对。到了那它底下，我们再一拐就过去了。我们今天走的那个地方，一直没有碰到游轮。对，这边我们走、啊、白天都没有走。看到了，对，看到了。你后来你说回去吧，哎，你说对了，回去了。今天晚上又走到了，多亏回去了。白天那时候天气阴冷，没几步就到了。嗯，要走这么多，我今天晚上就不游了，够了，是吧？你晚上不游泳就不用了，那点活运动量够了，就我就不游。明天早上再游一下。我们今天路过这个，对，你重申，对，拍照的前面嘛，对、啊。各位游客，这里是浦江游览售票处，游览黄浦江，观赏两岸风景。浦江游览分为两晚上人多。